哟，妹子，你看这车店也没个单独的房间，要么您就在炕上凑合一宿，都是大老爷们，我不让他们脱衣服，可就是委屈您了。我不去，我就在这儿吧。那可不行，夜里太冷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不怕。还真有个主意，等会儿啊，有辆车也赶路，你要不怕啊，趁着夜色赶路也行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保险。那我跟着他走。别急呀，你再等一会儿，我回跟他说一声。李哥，您受累了，我在这儿等。说孟恒去哪儿了？切，让你气走了。去哪儿了呀？问不着我，不知道。你别说不知道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去找他去。我哥，哎呦，童梦泉，你现在说这话，我听着我还告诉你啊，我听着你是装孙子。你，我这妹妹容易吗？啊，大老远的没亲没故的奔着我来了。我原本想着给他七个丫头八个老妈子伺候着放着他呀。我五哥，你告诉我他去哪儿了行吗？是是是是啊，我现在啊是有心无力了啊，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，可是你左边瞎着花心，右边傍着啊寡妇，你混蛋呐啊，你缺德到十八层地狱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啊，你把东西拿走，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你不许进我范家门。你也这么说我，你这么说我，我告诉你范世荣，你这么说我说不着。你拍着你胸脯子想想，我冤不冤啊？不是你，你逼着莫恒出家，你逼着我去做那副假话，我童梦泉，我至于像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啊！我家暴，我穿宅门，我看人脸受人短，我辛苦劳累，我乐意，我至于连带着坐牢背赎买尊还情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啊！你这么说我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，没人信我了，没人理我了，啊！大事上说我是个汉奸。小举上说我是半寡妇，我告诉你范世荣，别人这么说我不在乎，你这么说我你说不着，你也这么说我你说不着你就这么说我你，童梦泉，我真这么活该，我活该。这些个日子我真是把什么委屈我都受了，我委屈五哥，委屈这两个字我原以为在你这儿我能说得出来，可你刚才这句话让我觉得我连个说委屈的人我都没有啊，真是活该，我真是活该，我他妈活该，我活该。凤芝，凤芝，哥对不住你啊，那莫儿不是跑了，你跟我着急吗？那我不怨你，我怨谁？结果行了，哥对不住你，哥对不住你啊。哎呀，该行了，哎呀，我可您告诉我孟恒去哪儿了？他回老家了。回老家了啊！我找他去。别！我找他去。把孩子心伤了，伤苦了。
别去了。吴哥，我得去找他。我想了，我冤枉啊！那漠河比我还冤枉呢，他更委屈，我得找他去。别去了，捎信回来了，说心都死了，谁都不想见。心死了，明白吗？我不找他，我不找这漠河，我这辈子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我得找他。活着有意思，活着就是有意思，活着有意思。坐着坐着，先坐着。哎呀，哎，把摔了个东西全捡回来。哎呀，有意思啦！得，省着你这瓶酒喝我的。哎，活着，活着。活着，看着，看着，活着，有什么冤的啊？大清国一完，我就差当街要着吃了，不也活着吗？活着，看着，看着，活着，有意思极了。我冤，不冤不乐，不冤不乐，谁不冤呢？凤臣，今儿你哥呀，喝了点酒啊。说都是气话，别往心里头去，啊！哎，搁这儿给你，啊，倒不是了，嗯，哎，其实人呐，各有各的活法，哎，个人有个人的道理，哎，反正，我不该怨你，我对不起漠河，命，我去围场找他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不去，他要回，他自个儿就回来了，他要不回来呀，我追也追不回来。吴哥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。我现在就走。哎，哎，凤臣，吴哥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，您甭管我了，我走了。嘿，你这太不死心了，还、哎，嘿。童凤泉不死心，他连夜去了围场找漠河。那一年的春天，北京下了一场大雪，天特别的冷。童凤泉在围场找漠河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人们都说，自从那夜漠河跟着那辆大车走了以后，就再也没见过他。没死就不错呀！啊，人找着了吗？没有。嗯。啊？那我给你打点水吧，脸洗洗。您甭动，您甭动，我自个儿来吧。哎呀，我哥，整个围场、承德、荣化，我都跑遍了，没找着他。哎，甭多想，孩子命大，该没事儿。五哥，回来路上我还在想呢。漠河他不会就在北京吧？不可能，他北京没亲戚。没亲戚，他还没个朋友啊？那这么些日子在北京，他能不露个面吗？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这刚回来，五哥给你接风，洗把脸啊，带你上台风楼。嗯，改日吧，五哥。嗯，也许他就在北京，不好来见您呢。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这点土特产给您留着。哎。冯泉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啊？吉人天相啊，那漠河他不是个命短的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啊，能通就走，走一步说一步。五哥，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，找不着的人就甭管了。哎呀，你想开点吧。我跟我妹妹也这话，不就一女人吗？我跟您想的不一样，我走了。
是吧？这谁结婚呢？梁子呀，梁子，哪个梁子呀？还有哪个梁子？拉车的梁子呗。拉车的，那新娘谁呀？你问新娘子干什么？新娘子大姑娘呗。对呀，那大姑娘呗。大姑娘，大姑娘不会是墨盒吧？墨盒，不会是墨盒吧？雪弟雪弟，不是墨盒，不是墨盒，雪弟雪弟，啊！童先生，您是童先生吗？我是梁子，是我，梁子。师傅，我是童梦泉。童先生，哎，您是来找墨盒的吧？对，墨盒不见了。找不到，我也找过，听有个车老板的说，墨盒没了，墨盒死了。哎，不管他，咱快去淹水！童先生，别管！以后有空过来坐啊！好。童凤泉挨打了，童凤泉身上挨了打，心里轻松了。梁子去的不是墨盒，墨盒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还有希望。童凤泉不想往坏了想，他觉得那么苦，那么对不住墨盒，老天爷总得让他再见一面吧。醒了，童先生，你不愿意看见我，你就把眼睛闭上吧。是一个拉车的把你带到这儿来的。赵大夫来看过了，说没大碍，是心郁气滞，气迷了心了。给你开了睡觉的药，你都睡了两天了。赵大夫还说呀，让人多跟你说说话，让你想开点儿。我有这体会，我就跟你说说话吧。你想说就说两句，不想说就甭说。听烦了想骂，骂我两句也成。总之啊，你得发散。墨盒死了。墨盒死了，墨盒死了。
王凯，你别光翻来翻去的翻呐，这都看了八遍了，挑花眼了吧？你说这一个个怎么都像密斯马呀？这个，呸！想什么呢你？看把你美的！嗨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都有点风尘样、卦象。什么？素颜，我这可是找媳妇儿啊！什么叫风尘呢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叫摩登。跟你说啊，你要找柴火妞，我可找不着啊，一个都不认识，老土。嘿，哎，这个有点意思啊，素颜，你瞧瞧，啊。有点意思吗？挑了半天就挑了个他呀，知道你什么眼力了。成，就是他，有两口唱，学过几天青衣，好打个小牌什么的。嗨，这个咱不怕，到时候不给他钱，耗什么也没用。就他了啊。嗯，行。好像他还有个哥哥，我再就没别的亲戚了，倒是简单。就生活上别太随便了就成。那个谁能保证一准没问题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好玩但不出格，不出格啊。嘿，每回他这么来。哎呦，陆大人，好，外飞顾得好。陆大人，坐。哎呀，这是刚沏的上好的龙井。哎，您得着。哟，您好这口啊。好开门见山，开门见山。不是，怎么就开门见山了？多的话不说了，洛阳的事该办了。哎，陆大人，您别太急啊。不是，那东西就跟长在山上似的，跑又跑不了。我不急，你们俩更不急了。我们有合同啊，请你们快点儿。是，快，快。不是，可有的时候他想快，快不起来呀。哎，王才，你说两句。陆大人，洛阳我去了，那东西不好弄。心想事成。他不是不敢想啊，东西忒大，弄不好毁了东西再出事儿。那我不管了，合同在这儿，我很需要，否则我会起诉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陆大人，包到我们身上了，不是吹牛啊，只要您钱给够了，您就是要天上的月亮都给您摘下来啊，没有办不到的，没有办不到的。您放心啊，放心。我已经来过两次了，我不想第三次来还是看到你们的工作没有任何进展。你们记住了合同，我们有合同。哎，这洋人怎么这样？说翻脸就翻脸。我跪债了。哎，什么事儿，掌柜的？俺这屋里银子太多了。该安纱门了。哎，哎，魏晨啊，咱这店是不是小了点啊？张伟达，这店大了没客人，您也着急。店大了，客人自然会多呀，啊，到时候谁来逛街，头一个准到咱这儿来啊。嘿，哎，鬼山，哎，来客人，这就。哎呦，爷，您里边随便瞧。啊。这位爷，你喜欢什么？我给您拿。哎，不，胖的傻的不砍，啊，什么情痛啊、市长啊，这不砍。哎，还有吉邪事、天皇，这统统都不砍啊。哎，
恁这儿有没有那个龙泉窑的那个东西？你给我拿两件。这位爷，您说的这种东西，甭说两件，可是这条街一件您都找不着。爷，掌柜的，哎，你这买卖是咋开了呀？啊，这我想要的东西你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这呀，这可是我的片子，这电话号码就在上面写着了。你要是有那龙泉窑的，你赶紧给我打电话，我急用啊！钱咱不缺，有，你这儿多贵我都要。成，先生，您这不留下骗子了吗？东西淘换到了，我立马给您打电话啊。您不坐这儿喝口茶？不坐了，不坐了，我忙着嘞。我跟你说吧，哎，掌柜的，咱这儿是不是放点定金呢？钱咱不缺呀，钱，不中了咱先放着点花着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东西弄到了，我给您打电话，好不好？那中。哎，那我跟你说啊，掌柜的，咱可不找第二家了。哦，谢谢您。我这个人呢，是我死心眼儿，我就认准恁这一家了。掌柜的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不送，那我走了啊。嘿，爷您慢走啊。回去吧，回去。哎，桂山。哎，你看这像是个买主吗？说不准，瞧着有钱。瞧着有钱，有钱是瞧出来的吗？臭显摆，我最烦这路人了。还是说咱这事儿，桂山啊。哎，你说咱们把这铺子扩大一些啊，把界边这雅集堂盘过来，肩壁打通了，那什么气派？怕那雅集堂他一时接不过来呀。没那个，想辙准有办法。不是说做买卖的人不安分，哪一行都一样，谁不想做大，谁不想当第一呀？想做大没什么毛病，可是为了做大想着害人就不好了。蓝掌柜的辙可不是什么好辙。桂山，拍一苍蝇弄那么大动静干嘛呀？哎，是掌柜的。这，哎，来客人这样。哎，这位爷，您进来看，喜欢什么您随便看看。劳您驾了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您请，先生。谢谢。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您是掌柜子啊？对，您瞅我这身衣服，进了您店也没给您添什么彩儿，您还对我这么客气，谢谢，实在是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谢谢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那我就靠错了啊？您请坐。谢谢。坐坐。谢谢。先生贵姓？姓关，在齐，正白。哎呀，老姓那是瓜尔佳氏啊，了不得啊，可出了不少大人物啊。现在不兴这个了，天崩地裂，江河日下，落魄了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要是真落魄了的话，您应该去奔粥厂，这是琉璃厂啊。您说的在理，这次我来
不是为了买东西，是因为有件东西要出手割爱出让。哎，家传的玩意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实在不想拿出来，给祖宗丢人呢。哎，哪能这么说呢？这是祖宗福音，祖宗福音呢。 东西带来了。在这儿。今天怎么走到这个铺子来了？我也说呢，走错门了吧。范先生，我看了这一条街，就你这铺子没什么起色。嗯，开不开一样啊。您需不需要什么照顾照顾？那不给你脸。陆大人，我没钱的时候想让你拉拔我一把，你不伸手。现在我好歹有口吃的了啊，你上来挤得我。哎，你这真是蹬鼻子上脸呢。哎呀，我这买卖好不好，不碍着英吉利的事儿吧。啊，你是客人，我不撵你啊。话说头了，这屋里的东西不卖你，全世界呀就你陆大人一人，我不卖。范先生啊，就你这种人啊，就不该让你翻身。我看你的铺子开不了多少天了，你不像做买卖人。你太像买卖人了，再说像不像也不由你说呀。我这有没有买卖，我乐意在这待着，这我乐意。我是为你好。谢谢您自便。掌柜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说不好，只是听老辈人说啊，这叫龙泉窑。这不是天壶，就是给爷我做局呢。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前脚要货的人刚走两天，后脚送货的人就到了。你得好好看看。对，就是天壶；不对，就是做局。先生，掌柜的，您说，你找错门了吧？掌柜的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凭理说。你下垫子铺路子，你得找对了人家。瞧，名片上这个人，你认识吧？先有人许我要买龙泉窑，多贵都不怕。紧接着就有人往这儿送。还有什么落魄的故事啊，郑白旗的世家呀，你好歹多崩两天呢。等我忘了这茬儿您再来呀。再者了，你做局也不瞧瞧字号啊，怎么瞧我天和轩好欺负是不是？鬼差，给局子里的朋友打电话，别让他跑了。哎，别，掌柜子，哎，千万别打电话。您这是天和轩？您这是天和轩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我们应该去借饼。我们应该去借饼。等会儿，你说借饼是哪儿啊？
这边是雅集，我们应该去雅集的。人家都说您那个隔壁那雅集呀、啊，他是个棒槌。好了，桂山，甭打电话了，我来教训教训他。坐。这掌柜，您看我这坐这儿。谢谢，谢谢。坐。哎，谢谢。就你这路做局的，能蒙得了谁呀？啊！听我跟你说两句吧。听掌柜的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红妈，哎，童先生这两天好像没出过门吧？可不是嘛，就是上趟茅房，出来就进去了。按理说这阵子，我该撕心裂肺的闹才对。可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自己哭着哭着吧，看见旁边有一个比自己还不幸的人，就不想哭了，觉得自己哭的没人家有道理似的。按我话说啊，那么大岁数都不值当的。什么叫值当啊？岁数大了怎么着？人一辈子能肝肠寸断一次也是一种体验呢。什么叫值当不值当的？那是您的理儿。吃不上饭呢，是另一种肝肠寸断；吃饱了哇，哼，就不断了。冯妈，人家在谈风月，你在说窝头，大煞风景，不跟你说了。风月这东西啊，是比窝头境界高，可没窝头实在。嘿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外头天凉，别着了风，我扶您回去啊。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好像是那屋的动静。童先生啊，哎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快去看看去。不会，我瞅瞅去啊。去看一看。哎呦，童先生，童先生，您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，没坐稳能摔着吗？哎呦，可得在意点，可得在意着呢。这么稳当的床怎么就摔了呢？啊，童先生，你可不能想不开呀。啊，是，来，冯妈，快扶您起来，快点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秀兰太太，谢您惦记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寸劲儿我做偏了，真是寸劲儿，我没往那上想，谢谢您了。童先生，您要是好点呢，就出门下地走走，不要总是一个人在家里闷着，有什么郁闷呢也说说，总之啊，千万不要一个人在屋里待着，我是这么过来的，这情景啊。我明白，对，晚上啊去上房吃个饭也好，有个人说话啊。哎，龙妈，受累您帮忙把这床板搭上吧。哎哎，让如安弄吧啊。龙妈，你过去把桃洗了。哎，我们去吃点桃吧，龙妈新买的，我给你洗干净，给你留着，我们先过去啊。童先生，不知道你小时候是怎么吃的桃，记得我也就五六岁的时候吧，家里院子里有棵桃树，原本是看花的，不想有年意外的接了那么几个桃子，把我高兴的，我天天的盼着桃子长大了变红了好摘下来吃啊。我家里有姐姐也有妹妹，我盼着她长，人家也盼着她长啊。有一天我是实在等不及了，把桃子摘了下来，摘下来我就揣怀里了，谁知那东西这么扎人呐，弄得我一身的自痒，越痒越出汗，越出汗就越痒，最后啊桃子没吃成，看大夫去了。打那时候起啊，我就怕吃桃了。童先生您吃啊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想着盼着等着，
未必能等来好的结局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不是吗？好事儿不是盼来的。怎么样，有鲜味吗？鲜味没吃出来，是个桃味儿。童先生，按理说这会儿你正不顺心，有的话不当说，可不说吧，这事儿他总也就过不去。这说话聊天就跟解绳子疙瘩一样，解着解着他就开了顺了。童先生您吃。哎，咱就跟话家常一样，吃着听着，但有一件说在先了，对了错了谁也不要动感情，好不好？您说吧。童先生，打从芮家人来闹到现在都两个多月了，我还没当面谢过您呢。有什么可谢的呀？我都忘了，事儿过去了。你忘了，我可没忘。先是我那么闹心的时候，你一句话一句话的宽我的心，没您那些话我挺不过来，这该谢你。再有芮家人来闹，不是你那么护住我，我都死两回都不多了。您救了我两条命，童先生，我更该谢谢您，这是二。这事儿都过去了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为了救我，您吃了多大瓜烙啊？最不该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搅黄了。童先生，我该向您赔罪，赔大罪，我拿命来赔你都赔不起。我不是不想死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想以死来陪你，可是我没死成。太太，您别说了，童先生他知道。啊，是秋兰太太，您可不能这样，您这说了不动情感的，我倒。童先生您，秋兰太太，咱不说了吧，我都知道。我知道，不说了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如果人这辈子过得不好，上苍允许他重新活一遍，前三十多年还那么过，我都不怨恨。守十五年活寡，我也不说自己苦了。可就从芮家门出来这一段，我想重新过，我要重新的过一遍。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歹人。童先生，您是大好人，这天底下要是没您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真的是对不住，我真是对不住您。秋兰太太，您别这么说，凡事都是赶上的，该着的。我是个什么人我知道，这事儿是赶巧了，赶上了。其实我是害了人了，我害人我活该。秋兰太太，跟您这儿没什么关系，这事儿是赶上了，跟我这人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多不是东西我知道，我就是对不起墨盒，我对不起墨盒。我童先生，说好了不动情的，您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啊！说说吧，说出来也好，都是我不好。秋兰太，墨盒这一死，我欠人家一辈子我都还不上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也去过范家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给人姑娘说个明白，你吃了瓜烙了。可人走了，范五爷说人走了，你就说句松快话吧，要不心里更难受。
更觉得对不住您了，也对不起人家姑娘。吴先生，你就说句松快话吧啊！要不，我们得欠你两辈子的。我哭吧，我不哭，他缓不过劲儿来，我得哭。秋兰太太，您别哭了，您别伤心呢，看动了胎气。秋兰太太，都别哭了，事儿都过去了，好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咱们得往前看，往前看吧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事儿都过去了，谁都甭哭了，不哭了啊。哎，这件事儿啊，我是越想越想不通，想来想去就是两个字，该着。哎呦，今儿个您二人说说叙叙，说敞亮了，说明白了，这可不是该着吗？该着，该着。太太，我看这么着，我上馆子叫几个菜，咱们今天不做饭了。看您二位说的这么交心的，我特高兴，高兴。行，冯妈，再给童先生叫个啤酒。哎。童先生，话到没到的，从今儿起就什么也别想了，就当重新过日子吧。嗯。